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ick。 知道今天要去哪里吗？我们今天要去台中，你就跟着我一起边走边看。那我们先去在张氏兄弟档。可以开的窗户哎。麦克风手机用的短掉了，才买不到一个月，好扯。我们现在到台中走走逛逛的行程，然后我们要先去景美绿园道开个长途，后面两个人就这样子。每次盘只要就是有人盯他，他就会安静的。这还不简单，把这边折起来就好了。然后嘞？然后用拉的。哦，用拉的、哦，那根本不用折起来啊。等一下，你们手都没有消毒哎、欸。对啊。要消毒一下的。那厕纸，那厕纸啊。自我介绍啊，我是博凯啊，大家都认识我啊，我也不知道介绍什么啊。你的绰号是什么？就是没有人叫我绰号啊。那这位是他的哥哥，因为博凯上一次有跟我们打比赛啊，这是他哥哥，叫张汉义。对，你都排挤我。哎，对耶，你看我最近找比赛都找他，都不找我。你上一次这样子上影片的时候，已经是打篮球。桃园吗？不是桃园，但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大专杯啊。对啦，分析影片他也在啊。那我们要去密室逃脱。我们最后一秒钟出来还是赢啊！这两个真的狠的耶。不是啊，还好吧，请你尊重我，我什么都没做哎、欸。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做，你在那边，我哪里没做事？你说。去处理完，这边车子出事了，对，就是停在路边，然后就被人家拷到，莫名其妙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本来已经先回到饭店了，然后到饭店 check in 之后，发现有这个刮痕，然后就再把车开回去绿园道那边，然后跟警察报案，然后报完案之后再回来，然后现在已经12点多了，好累哦。然后明天早上我们是8:45集合，然后是连庄 U20跟我们家上美的友谊赛，因为12点多了，然后明天早上9点就要集合，所以早点休息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拜拜。现在拿到早餐了，然后我们要去东山高中。
赛后检讨。刚挡太超了。对，刚刚早上才超。你这块就没有跳起来。篮网没有跳起来，是因为他不想被打上去了。不是，因为他就是打，他就很明显就是要往很右边打。他们是从左边抓回来的、啊。在地板上，那我们干嘛跳呢？我是把他的大脚先拦掉，然后大脚拦掉之后，让他去再往外面靠。嗯，哪一颗？我看这一颗，张敏的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这里，我都不习惯他的球，感觉打不好。我觉得只有你跟他配的最好，那我打得到。你打得到？对，但他们不行，他们会太快。然后高德的球是比较慢，所以变成说要吃攻守守在这边。然后，那我还是打得到，但是对他们说他不够慢。定了一个住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 No 哥家，对，来台中就是找朋友、找学长这样，可以去他们家玩小朋友。好，那就出发喽。
现在在台中市的火车站，然后所以我们是来替博凯送行，然后顺便吃早餐。他要去云林实习，然后今天就没有办法跟我们去比赛，所以我们就只剩下韩毅了。为了实习，然后抛弃我们啊！我早就讲过了。好，我们要先去吃早餐。我发现其实台中火车站这边弄得蛮厉害的，就是是一个蛮大的商圈。
觉得这次来打，我自己的感觉是我的状况没有很好，最近很频繁在练体能之外，就是我也没有什么机会，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动球，所以我在球感上对于细腻度其实很差，所以很多时候很容易很大力的放炮啊，或者是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要自在的随意的去控球。对，我觉得这点是我在这一次感受最深的，毕竟我们就这只是一个友谊赛，然后当然是有点像是我最近练完体能，然后来看一下我自己起跳的状况，然后身体的状况这样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有力的，但是你知道就是不太能控制。我现在就变成一个肌肉棒子在打球，但是看不出来你是个肌肉棒子。我觉得这次很好玩。我觉得汉毅这次真的打得很好。这次我来之前我就觉得说，怎么办？大家好像都很强，我就祈祷自己不是最烂的那个，祈祷自己不要被颠。后来发现哦，大家真的是都蛮烂的，没有磨合好。没有，我觉得 U20 的弟弟就是对我来说也真的是弟弟。可能就还好，他们想怎么做我大概都猜得到，所以就打起来就比较轻松。可是如果是连庄的话，我觉得他们压力很大，所以他们其实很常失误，就是我心情更轻松，因为他们比我还要紧张，我就是正常玩球，然后就是快乐的跟他们 play 而已。差不多，我觉得我的想法也是这样。那我觉得这一次真的，因为也算是第一次把汉毅找来加上美打球。开始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学长这边，我们加上美这边，美因为大家有点不太熟，所以就是必须要透过三四局、四五局才可以。哦，原来他可以这样用，没有相处过或是没有一起打过球，都必须要有时间去磨合。对，但是很正常。大概就这样，我们北上回家了。好，先这样，快乐的。